约伯记第一章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他生了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他的家产有7000羊、3000骆驼、500对牛、500母驴，并有许多仆婢。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。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宴，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，与他们一同吃喝。筵宴的日子过了，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。他清早起来，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，因为他说，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心中弃掉神。约伯常常这样行。有一天，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，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约伯敬畏神，岂是无故呢？你岂不是四面捐上篱笆，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。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。有一天，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，有报信的来见约伯。牛正耕地，驴在旁边吃草，十八人忽然闯来，把牲畜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神从天上降下火来，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，加勒底人分作三队，忽然闯来，把骆驼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，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，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，击打房屋的四角，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，他们就都死了。唯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。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。